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一次例行会议，从今天上午10点钟起举行，由何应钦担任主席。最终决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的选举，沿用第一次会议的选举办法，并且决定明天起休会三天。下次议会会议在26号举行，明天开始办理主席团实行联系副主席。代表席次编定办法，党组也顺利通过，抽定了各区选出代表的席次也顺利通过。抽定了国大代表古正刚和张直本等。今天上午也就美国总统尼克森今天访问大陆的事提出了临时动议案，获得全体代表的支持，发表了声明，希望尼克森总统重视大陆人民争取自由意愿，坚持正义的原则。古正刚向会议中说明了提案。这不会影响会，然后在正式开会，总统在这个时候就访问大陆，我们为你打回全体。代表忽悠人国的国民总统暴力这一天，所以无法从总尼克森总统遵循呐，不叫深层厉害。这项严重的声明包括了三点：第一，是一项严重的声明，绝对无权代表。整个国的一切权益的人不能在国之间得到任何承诺和协议，这是不仅要充分代表黄土代表自身的利益，这个事情它不仅是对国的利益，在国之间任何一个国家就算成都和平的要不然呢，中共谁会把中共会把北南规模集团一切很重要，如意思则中国谈判和协议中华经济革命一神国还不成立，这样就是警告和唤醒尼克森，美国总统尼克森先生绝对不可以冒共和党做任何的不可以。下面说了，我们中华民国不仅仅做人民一直维持的，第三一点是中华民国光复大陆本就同胞的在任何情形、在任何时间，贪婪违法的外围集团转入谈判和妥协之可能。国大代表陈启坚等今天也发表了他们对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的看法。今天我们国民大会的代表感觉到啊，这个尼克森今天到白宫就行了，不但影响中国的前途，并且影响啊亚洲的前途，甚至影响美国和世界的前途。因此啊，我们一致的啊，这个在你总理啊抗议啊，就是这个尼克森先生到底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尼克森要记住了。用文化让你们呀，这个美国以外的根本的精神，你们美国的所有从华盛顿总统以来啊，没有哪个总统啊在国际上为谈事啊这样子丑边的谈事的。今天呢、啊、这个尼克森总统用丑边的谈事啊向啊这个丑角中共啊，结果是所得不上所失啊。各位，我想从电视里面已经看到这个国民大会对于抗议尼克森总统到北极访问的这个热烈讨论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接受访问当中呢，有陈启坚先生，有林野新先生，还有本人呢等等在内，证明呢这一个国民大会呢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各党派、各民族以及各地区的人一致公对于尼克森总统一致公我们抗议呢，
正是说明啊，这一件事情呢，是对于世界的大局啊，是就害而无因。那么印巴的战争呢，已经说明尼克森总统的这一个决定呢是错误的。那么我想呢，尼克森总统已经说过，这个以虎谋皮的这个会谈呢是不会有结果的。同时我们也相信呢，尼克森总统呢是不会也不能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做任何的损害，而且共产党所做的任何的承诺也都不能代表中国的民意。今天下午我们通过了一个就是尼克森访问大一个抗议难，我们这个抗议难可以说代表了我们全国国民的支撑。同时我们对于尼克森访问大陆的看法，第一点呢，他和这个叛乱集团去谈判，他不认为美国一个泱泱大国，尤其是他是自由国家的一个领导国家，而与共匪叛乱集团去谈判的，这是失掉了美国传统的国策。因此啊，我们自由中国，甚至我海内外同胞，对于尼克森的访问大陆，不敢感到相当的失望。关乎那个访问请示北京这件事啊，我们自从7月15号，李总统发表他自己的声明之后，全国大家的意见一直到今天一致的表示我们的不满，而且表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这个决心，政府也有抗议。那么我们大会代表那时候虽然没开会呀、也有这个各方面人大家也表示过意见，对于尼克森总统反攻这个大陆这个中共匪区啊，我们认为他不但呢不能够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且更加的大陆人民的痛苦。那么他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够就是争取这个世界的和平，反而这是可以伤害世界自由国家对美国的信任。今天我们所有的代表所对尼克森反匪区的这件事情深表遗憾，而且是痛快。我们一直有要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我们对于维护中华民族自由与我们解决中华民族的民生主义的生活的一个公民所在提高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一样。